烟盒尺寸是多少？国内硬包烟盒分为两种通用的 GDX-1 为高86毫米宽 54.86 毫米 22.45 厚， GDX-2 为高 86.45 毫米宽 54.4 毫米 22.5 厚，还有 GDX 调和为高 88.48 毫米宽 280.46 毫米 48 毫米厚，软包则是高83毫米52.3 毫米宽 20.7 毫米厚，软包硬化为高84宽52毫米 19.3 毫米厚。不同类型尺寸烟盒包装机，它的烟支长度是有差别的。国内的包烟机主要有 GDX-1 和 GDX-2 两种，即便是同一型号的设备，因为卡纸的厚度不同，在调试后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尺寸误差。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包装烟盒，比如宽盒、圆角、16支装、8角、20细支装等，都是需要上机包装后才能确定标准的成品磨切尺寸。大多数烟盒中间一层6支，上下两层各7支，错层排列而不是并排排列，所以放不下21支。